与其是很少上综艺，所以在综艺的印象我可能会比较少。对，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其实我也没怎么看过你的作品。你哪位啊？小月呀，我认识你，我看过你电影。杨哥，你看人家，人家的电影，你看人家的票房，你再看人家的评分，对吧？哥，你别在那儿，贾玲下来就完了。贾玲下来就废了，那是最危险的地方。娘呀！告诉你是不信，告诉他不信。你喊出来，喊出来，这喊出来啊！啊，明白，来喊出来。something in my butt。 有力气了，有戏，力气就是这么来。我们一起给他加个油，嗯，来吧，一二三，加油！耶耶，好。走，你是不是在那尿尿了？是不是你？哎，是不是你尿的呀？他跟你，为什么飞机总是撞不到星星？因为星星会闪啊！你是有年代的差异吗？再来一个，一头公牛加上一头母牛，打三个字，两头牛啊，两头牛啊。什么植物和动物像鸡？我知道，你别知道了。能看到吗？